好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西餐哦，是西餐，又不是西餐。今天呢，就来讲说，就是综合新香料烧猪扒，综合新香料烧猪扒，这个就是猪扒，我们就是要准备猪扒，看到吗？好，给你们看照片，这样子，猪扒。好的，材料呢，我们就要准备瘦猪肉两片，然后蒜了半汤匙，腌料呢要就是要做这个，让它腌制呢，就是茶，盐一茶匙，黑胡椒粉一茶匙，鸡蛋一粒，然后粟米粉两茶匙，酱料呢，我们就综合新香料一茶匙，黑胡椒粉半茶匙，番茄酱50毫升 ，HB 酱50毫升。糖两茶匙，盐半茶匙，清水150毫升，然后粟米粉4汤匙。OK， 就是我们的材料啦。做法，好的，我们来看做法。做法呢，就是将猪肉呢以锤肉棒锤扁，以腌制研磨均匀，加入这个腌料，就是那个腌制的腰料。跟那个粟米粉拌均匀，再以鸡蛋拌均匀，要炸前，就是要炸前呢，就沾上那个薄薄的粟米粉，那个鸡扒就是要炸，那个猪扒就是要沾上那个薄薄的粟米粉咯，然后热一碗油，然后放入一片，然后给它炸至两面金黄色，取出，然后重复的做另一片就可以了。另外在干净的锅里呢，热少许油。炒香它的那个蒜耳，倒入姜汁，煮熟后呢，就淋在这个猪扒上面，然后就可以享用啦，像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材料你们可以选，不一定要放这些东西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综合新料材料猪扒。好的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啦。所以关注我们的 EatLah.com YouTube channel， 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